我们继续学习往生这门录里边的故事。叫江长静居士弥陀早来助我念佛。江长静居士呢，家住在湖北汉口，除皈依于清德法师座下，受五戒于汉口圆照寺中，常斋念佛33年，至69岁身息，平常修行精进，寒暑无间，每日早4点钟起床念佛，日间呢经常是专门拜佛，纵然遇到三伏汗湿，经常换好几件衣服也拜佛，可见平时修行非常精进。如果看见苦人身无衣服登门乞讨的，宁愿将自己所穿的衣服脱下来给他，或者遇见贫穷的人无法度岁来家里偷东西，那么他一面呀令他把所偷的东西拿走，一面呢还在从厨房里盛出饭给这些偷东西的人吃饱喝足而去。在归元寺设千僧斋供众，应供的人大约有1000余人，就是平常供僧食贫如是。到1944年正月又病了，偶尔哭说汉口有大灾难，家人问我们有关系吗？江居士说我们不甚要紧，但是人民痛苦难堪呀。到4月初10后，江玉西归亲自看见西方三圣来迎，那么江居士知之，往生时至，嘱咐大家你们呀赶快去佛堂烧香，佛来迎我，我要走了。家人说老太太即归西方去，需请阿弥陀佛择一个好日期，今日日子平常，不要走了。那么江居士说我知道。过了几天说你们害我了，这几天阿弥陀佛不来了。那么家人说不要着急，到了往生的时刻佛一定会再来迎接的。到第二日，江居士说我愿意做缸，缸内呢要放灯草生香，赶快给我办好。那么这一段时间正好汉口被日兵扰乱，各店呢都没有开工，都关门了，市场上唯有一口劣质的缸，虽然买好还没有抬到家门的时候，江居士说你们快去接缸吧。家人说缸还没到，那么江居士说为什么替我买这么差的缸呢？过一会儿这个缸抬来，家人一看果然不好。到17日早上，江居士说我愿意落发，你们快去归元寺请首座和尚来给我说戒，就说你们赶快烧檀香水我要沐浴。到沐浴毕，首座和尚来了为他落发受沙弥戒。江居士受戒后又泪而卧。到20日，江居士说我今日要归西域去了，你们赶快去归元寺请师父来帮我助念。到8点钟，诸位师父到了，江居士就让大家扶起来，端坐椅上，双足加敷，熏佩戒牒，手持数珠，高兴地说阿弥陀佛与诸圣众也来了，你们不要再哭，替我念佛。说完自己念佛号数声，众等重念称念佛号。到10点钟，江居士安然失寂，流入禅定。到第二日10点钟装缸的时候也是如此
火化那天送葬念佛的约千余人都叹为稀有，收灵骨的时候骨带金黄色，得淡白色舍利，大小共七粒。最稀有的将军是装缸时身穿海青灰色，到火化后剪出海青角四条变成青色，边上线珠累累，雪白分明。人们呀，两手对拉拉不断。到1944年冬，汉口遍地都被炸了，人民房屋将尽，唯独江居士家安然无恙。这和江居士当年的预言丝毫无差，可见大家呀，真正精勤修行，必定心有感通，这就要靠真修行，有正念。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修行有了感悟了，就得少为足，就天天啊自己将自己心里边觉得够了，不再继续修了，就开始用我们这一点点功能了。这样的话把自己就害了，所以大家修行啊一定要依法修行，以佛为师，要苦修，要守戒，不要搞神通，不要追求那些神奇的事情，自己啊安安静静修行就好，不要追求神通。我们修行的人啊，一旦业障消了，身心清净了，自自然然啊我们就有了神通了。有了神通也不要用，不要得少为足，千万不要得少为足，看见什么我们就管不住自己了，嘴里不停的就说开了，这样的话就错了，大错特错，把自己就害了，修不进去了，修不下去了，境界呢就停留到现在这个地步，再也进步不了了。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自己就害了啊，真的害了。所以我们知道了很好，不理他，不理会，继续修。又知道什么了，同样不理会，再继续修。只要坚持修行呀，我们一直往佛的境界去走，中间不停，无论任何好境、逆境、坏境，不被他们挡路，不执着，继续修下去，最终能成就。